着进进退退，反反复复，发觉你已收了几封信。原来男孩踏踏实实，空空片片，怎么识穿我并无发信。然后便偷看一次短信，竟发现某些通讯。原来就算有诚意爱，缺少的就是信。奇怪的纸，将傻事，将难事，一时愿信就算可以，却遇见是一封短信代表的挑战。完美的纸，越拿捏越磨练，愿望是看万里山卡。恍恍惚惚，暗里你会收去几封信。然而男孩念着念着这个那个，怎么得知我突然战略？然后便偷看一次短信，感觉便难以相信，支配全世界，男与女那名字叫做信。奇怪的字。代表的挑战，完美的纸，越拿捏越磨练，愿望是看万里山给你露骨的心意，对你仍然安心，会轻易，即使撞撞通通不变，一个字。至少你不需要让我知，洒脱的纸，像傻事，像难事，若是愿信，就信可以。